pose。而这边呢，我们比比还有我们的宗伟，其实在这边也一直是非常专心的看着刚才的表现。你觉得这个刚才陈翔和许峰唱的如何？那首我啊。哦、oh, 对对，懂了 OK 好，你看你就不用心，但是宗伟刚才看我们这队的表演估计就很用心。宗伟刚才有看到黄龄的表现吗？很厉害。跟黄龄一起唱的那个男生，你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吗？有啊，他在礼上上有。这么客气 OK 好了，其实刚才这两队都非常棒，但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这个高调队的成绩落后啊，所以我们赶快呼吁一下大家，是发送 A 到10669588808，谢谢。还有发送 B 也是到10669566988208，你再来一次，重来，发编辑 B 到10669588208，对，就可以支持到我们的低调队了啊，非常赞。那这样不要以为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要跟网络上的朋友来互动一下，比如说这位朋友，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名字叫做他说呢，天生一对快乐校车以湖南卫视的收视率，现在的外场募款真心太少了，一定要培养中国普通人的慈善意识。我觉得如果哪天仅靠场外的捐赠就能够获得超200万的捐款，那么这个节目就是特别成功。您说的对，但是不能怪观众，只能怪我们这个节目收视率目前还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定加油呢，把节目办好，当然观众也就会一起来支持我们了。我相信只要是认真看节目的朋友肯定会来为我们这个发短信的。还有这一位小丸子姐姐，她说蜡笔笔，上次你跟亚洲舞王杨宗纬的斗歌我们听得好过瘾，什么时候一起尬个舞啊，笔青和鸽子都好想看。怎么办？这怎么办？两位怎么办啊？等一下，你留还是分这边的好不好？怎么办 ？BB， 他现在向你完全向你开始发起挑战了。饶了我吧。这样好了，一人一个八拍，我们先从宗伟开始啊。1、2、3，等你不许再踢脚了。先看宗伟哈，来，这个麦克风我先帮你拿。前第一个八拍 ，1、2、3，Go！ 1、2、3、4，2、2、3、4，3、2、3。这个舞显得智商不是很高，真的，宗伟。好，你现在没有压力了嘛，对不对？宗伟跳成这个样子，来，预备，起，1、2、3、4，2、2、3、4，可爱的。好，谢谢大家。你看我们的明星多好，对观众我们的要求呢真的是有求必应，也希望大家可以赶快来支持我们。大家不但可以发短信呢，另外还可以登录到苏宁易购的网站“天生一对”公益专区，或者是登录到腾讯公益来进行网络的爱心募捐。那现在呢，我们稍微要休息一下，因为呢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和我们这个精英网的视频以及新浪视频来后台观看我们这个微房间的全程直播。第一回合到底哪个队最后会领先呢？是由您说了算的。给一小段广告的时间给大家发短信，我们待会儿见。